呢是我们第一届日望杯的纽约的烹饪比赛啊。这次呢，首先是由这个日望集团跟我们美国华人创业投资协会呢共同发起的。之所以呢要搞这个活动，其目的呢就是首先呢是为了弘扬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美食烹饪这种文化啊。大家知道那个前段时间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啊，这些都非常火热啊。我们为了弘扬这个美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同时呢为了丰富这个社区的这个活动，另外呢也是为了发掘这个社区的一些烹饪的人才啊，所以呢我们搞了这么一次活动。那么这次活动呢已经宣传的这个阶段呢，今天是截止，报名整个过程已经截止，有好多的人报名，大概有30-40个美食达人都来报名，把自己参赛作品呢发到我们组委会啊。那么这些当中呢不乏有很多的是一些专业的厨师，所以呢我相信啊9月6号这次活动呢它一定会有很多的高水平的这个菜肴和作品呢推出来。我们这次9月6号呢将会在法拉盛茂举行这个决赛，届时呢冠军亚军季军前三名都会不但有现金的奖励啊，还有呢各种精美的礼品，同时呢最重要的他们还会有机会啊去担任这个美国日望食品集团的产品研发顾问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这次活动为什么我们这个协会会联手这个美国日望食品集团呢？是因为首先呢美国日望食品集团呢是我们这个纽约地区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他们主要呢是做鱼丸产品。他们的这个老总这个叶总和宋经理宋副总啊，他们都是本身呢都是美食达人，而且呢在整个生产研发过程当中呢要求非常高，精益求精，对产品真的做到精益求精，而且呢选材食材呢都用得非常纯正，都是用正宗的美国阿拉斯加的那个深海的鳕鱼来作为原材料啊，所以呢选材正宗，产品精益求精，不但达到了这个美国的食品的标准，同时呢还经常推陈出新啊，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新的产品出来，现在呢还加入了这种速冻食品，一些包括一些速冻的那些面食的一些东西啊，产品的种类质量和数量呢不断的扩大。所以呢我觉得像叶总宋总这种对美食的食材工艺这么认真这么严格把关的这种精神，本身呢就是这个中华美食得以在世界各地弘扬光大的这一种根源基础，所以联手他们呢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搭档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大家一拍即合的一个原因。那么9月6号那天的话呢，我们呢这个现场的活动呢不但有这个比赛啊，有美食达人的互相比赛，还有呢文艺表演，还会有呢现场的一些这个抽奖活动啊。另外还这次还会有那个中领馆啊，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领事啊，纽约白思豪市长办公室以及顾亚明办公室，还有社区顾亚明先生他也会来，还有呢社区委员会的一些代表和好几个商会的一些侨界领袖呢都会光临一起捧场。所以我相信这个9月6号呢一定会，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一定会为这个社区推出一道非常精彩的一套节目，也谢谢各位媒体朋友大力的宣传和支持。那么现在我请这个 Rita 宋总裁来这个做一下介绍。谢谢大家。大家你们好，首先真的要再感谢你们各位媒体朋友今天抽你们的时间来参加我们这期的新闻发布会。日望食品集团自从创立以来，一直。